到66年呢，就文化大革命了，然后我就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啊。嗯，又几年过去，突然怎么发现旁边的成双成对了？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还没结束，嗯，你们就谈起恋爱来了？那匈奴不灭，何以家为？你属于后知后觉的易老师，你要再我就是那个傻得不得了，再提刚才这几个敏感词，我们的平台要被关掉了。好好好好，不能说好。